对了，这儿有两张话剧票，关于爱情归宿的最新观念，其实是胖大海的，他明天有事儿，所以就给我了。你要是明天晚上有空的话，关于爱情归宿的最新观念，我对这名儿倒挺感兴趣的。明天下午，我跟顾小曼陪淘淘去参加一个亲子活动，晚上就没事儿了，可以去。哦，那你别忘了啊。不会，保证，这次一定不会忘。我主要是怕这个票给浪费了。明白。盛夏，你给淘淘做人偶，又请我看话剧，其实我心里很感动，只是我有点不好意思说出来。那你就一直跪着吗？主要是我没换拖鞋。换去。非要换吗？非要换。你觉得是换拖鞋好，还是一直在这跪着好？你晚上有事儿？啊，有点。约了盛夏吧。爸爸妈妈，爸爸妈妈，我找到了四颗球。哇，你真棒！行了，淘淘，不早了，咱们回去吧。再玩会儿吧。今天说好了要去姨姥姥家吃饭的，你忘了？走吧。再玩一会儿吧，我已经得了四颗球了，再得一颗就能换一个大房子了。什么大房子？就是木头房子呀，到时候我们全家都能住一块儿了。什么全家都能住一起？那只是一个玩具木屋而已。行了，走吧，爸爸还有事儿呢。这样吧，淘淘，那咱们速战速决，爸爸妈妈帮你一块儿找，找第五颗球，我们都有地图，分头行动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快！哎，盛夏，我觉得你头发还是散，你老看，你平常老梳着。哦，哟，今天是不是约会去？没有啊。你喷香水了？没有。我换衣服去了，好香。不是高兴了，去姨姥家的事儿都晚了，那改天吧。哎，你的事儿也耽误了吧？没关系，我出去打个电话就可以。盛夏，我马上赶过来，刚才跟顾小曼陪着淘淘在艺术馆，耽误了一会儿时间，里面也没有手机信号。没关系。你不用过来了，演出早就开始了。
等你过来就散场了，就这样。